是柯文哲哈，111年的时候的财产申报哈，来新竹龙恩段土地24/5，然后万分之千之不不不一大堆小的哈，然后呢，这大安区金华段，这是他家原本的房子嘛，这不重要嘛，哦，这是他们原本的房子嘛，不重要嘛，原本的房子嘛，来建物嘛，汽车没有嘛，船舶没有嘛，航空器嘛没有嘛。活期存款，来，我们来各位看一下哈、哦，柯文哲你完蛋了，你这家伙你真的是脑子有洞，你这完蛋了。各位，这是2022-2023年的柯文哲的财力哦，来哦，他自己报的哦，何库，哇，这已经，来，35万，第一银行100万。9万6，300万，100万，来31万，富邦第一哦，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哈，陈佩琪1000万，100万，各位不要被这个吓到了哈，来1000万，100万，1100万嘛，这是日币哦，我跟你讲这家伙也是厉害，他怎么搞了这么。哦，你不要被吓到，那是点哦，948.641.90，所以日币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哎，这一栏是什么？哦，外币总额啦。哦，外币总额440万呐、啊。哦，日币的外币总额440万呐、啊，没有多少。折合新台币多少钱？90几万而已啦。哦，各位不要被吓到了哈，90几万而已，40几万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富邦、富达、全球科技、A 美类、能源，折合新台币30几万、30几万，票面价值、单位净值、单位数。来，各位，保险800多万，好、哦，储蓄险800多万，那没关系嘛，我已经看完了。柯文哲夫妇的财产打到紧绷3000万啊。柯文哲夫妇的财产我们看完了，打到紧绷3000万啊，因为房子你不能卖嘛，你不要跟我讲你要卖房子，他没有要卖房子啊，他名下有几间房子，柯文哲他们那边一间嘛，新竹还有地嘛，然后他把有一间房子转移到他儿子身上了嘛，然后3000万还5000万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一下各位，柯文哲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柯文哲财产打到紧绷3000万，那他是什么身份嘛？柯文哲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无业游民。哎、欸，柯文哲是无业游民、欸、他没有任何收入哎、欸。哥，你不要误会了，柯文哲没有任何收入哎、欸。他太太一个月顶多我看几十万而已吧。来，你跟我解释。一个无业游民，现在贷6成嘛，豪宅嘛，贷6成嘛，所以他要拿到这个1亿2的产品，他至少有4800万的现金，他是要卖家伙啊，他是要卖家伙啊。柯文哲夫妇当医生，当到现在有3000万嘛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豪宅的头期款，因为他是豪宅的关系。至少要有4800万，他顶多贷6成啊，现在房贷很严格啦，没那么容易啦。那你跟我解释嘛，你哪来的4800万去缴投期款？党主席拿到什么薪水？党主席要领什么薪水？他党主席他要领什么薪水啦？那政党他不是盈利事业？赖清德会领民进党的钱？党哦，没有选上的东西就没有屁用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一个选举机器而已啊。朱立伦还要自己付钱呢、欸，还要帮党找钱呢、欸。我就问嘛，他。身上所有 all in 只有3000万嘛，他要怎么缴4800万投期款？然后还有办法去看1.2亿的豪宅？各位啊，不要骗了啦！哦，就这夫妻很敢呢、欸，啊就没有那这
当然不是嘛，你知道谁有钱吗？穆可有钱啊。柯文哲的财产申报这几年，你不要骗我了啦！来，这几年的100，哎，这2023年去年4月18号做的，哎，他一夕之间会增加很多钱，不是啊？而且你贷款要有收入，哎，你未来的收入哪里来？你懂吗？你要有财力证明，欸，你要有收入证明，欸，1.2亿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算贷60%，我们来算数学，计算机，嘟嘟嘟嘟嘟嘟，算盘，哎，计算机，那怎样？这一台没有计算机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还真的没有。没关系嘛，那我们用粗估的数学算一下嘛，1.2亿贷60%，这是7200万嘛。那7200万年息，现在我们给它算最低的2%好了啦。啊，7200万年息2%。7200万年息2%，7/24，144，一年要缴144万的利息啊！就是它宽限期2年、3年哦，头三年也是要缴144万啊，144万，他每个月去摊提，一个月要缴10几万啊，光利息哦。本金如果尬下去的话，你想想看哦，7200万，然后摊提30年。连本带利嘛，那一年大概缴260万嘛 ，OK， 260万是一个月，他如果加上本金尬进来的话，他一个月可能要缴40万哦。我就算给你听嘛，一开始啊，宽限期结束之后，他一开始会缴40万嘛，当然他30年会逐年递减嘛，他可能会变40、39、38、37、36、35、34、33、32、31、33，越来越低嘛，逐年递减嘛。但利息也会逐年递减嘛？但我的意思说什么？你柯文哲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台北市长薪水啊？8年台北市长薪水，这叫这两夫妻哦，我跟你讲，头壳坏掉了。哎，8年17.9万啊，就18万，我给你算18万整啊，好不好？18万整成12个月多少？大概210几万嘛，216是不是？216万给你当8年，好不好？1000多万呐，啊，他的财力凭什么去买那么贵的东西啊？不是，啊，你解释嘛？啊，各位，我刚才已经给你看完柯文哲所有的账面资产了。如果你有3000万的总资产，保险哦，外币哦，储蓄哦。投资哦，然后全部卖光才3000万哦，套现才3000万哦，然后你现在是党主席哦，你没有公职哦，你过去一个月就领10几万哦，他老婆一个月我看也几十，了不起几十万而已啦，2、3、50万以内啦，医生没那么好赚啊，搞不好20几万而已。那我问你，各位，如果你有这样财力，你会去看1.2亿房子的打加一？你根本买不起的打简易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骗人嘛！你有柯文哲这样的财力，你会去看1.2亿房子的打加一？你买不起的打简易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因为没有申报，好不好？我们只能从申报来看而已哦，因为如果申报不死的话，那他就是违法。他是联合医院，不是？你们怎么那么喜欢那个呛我嘞？苏伟啊，他是联医的医生啊，他不是私人开业，他是公务员啊，他领公家的，他是联合医院的小儿科医生。你有听过小儿科医生赚大钱的吗？不要那么喜欢，哎呦，
我不会骗你嘛，我骗你干嘛勒？对嘛，鬼才买得起耶。来，我来给你看这个房子有多好。这是我们小编哦，看得到哦。你们为什么？你们不要那么，不要那么每个都懂王好不好？我真的拜托一下，我刚刚给你们看的，我再一次，你们为什么每个都那么喜欢懂王啊？我会跟你们乱讲吗？嗯，没关系啊、哦。有人说陈佩琪的没有在里面啊。啊、哦，没啊，那我就来看嘛，好不好？来，我给你带你来看柯文哲的豪宅。没办法的，你用电脑攻击之术，你也没有办法阻止我们赏房的欲望的。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，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